聞いてる曲はボビ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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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のバンドです。聞いてください。对，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在没有雨水滋润的星球上。是不在彼此去寻求，借着一种淡淡的寂寞出现在我的心中，就好像是梦中的梦，一点点冷漠就会带来伤心的结果。小生命之中每一个小小点点的感动，如果心中不下雨，那么我们也找不到下海的理由，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努力把整个的一切交给未来，没有了努力如何就会动人美丽的星球，白天到黑夜依然充满了光，有许多话你特陪我，虽然我不说心里却有满满的感动，我要和你一起手牵手健康快乐直到永久，要让每个人深深感受没有解释的时候，我觉得唱的真的很好听，而且中文特别。
别特别的好，特别标准。对，但其实之前我有听到思维唱了一朵好一朵茉莉花，那我想问一下思维，如果要用一种花来形容自己，你会选择什么花呢？去年シャワイがどうしても聞き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さっき歌った歌がモーリーフォアってジャスミン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皆さんをそれぞれを花に例えたらどんな花ですかね。お一人ずつ答えていただいても大丈夫ですか。自分で判断するんですか。はい、自分でご自分で。我们纯纯先开始。茉莉花。彼岸花。哇。呀。暗花。对，彼岸花是那种只开花不见叶的花，然后是。对对对，那就是这个。然后什么花？没有，是火红火红的那种，很漂亮，只有花不带叶子那种。然后它的花语我很喜欢，然后就是很喜欢它那种，就是那种，不必，但是却非常非常的就是让人想要靠近它，危险但想要靠近的那种。好，我们纯纯的粉丝记得了，以后来见纯纯一定要带好彼岸花。来，就是はい、小春の好きな花はハイビスカスです。ハイビスカス、はい、ハイビカスビスカス、ちょっとあのさ、有人知道ハイビスカス、ハチー是什么？大波斯、大波斯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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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特别的花了。我是谢姐，我是谢姐，大波斯菊，波斯菊。波斯菊，让我们更多人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花。好，我们的玲玲。嘿，我的话，太阳花。太阳。太阳花。ひまわり。对，ひまわり。ひまわり。啊，太阳。我比较喜欢太阳。啊，你们知道了吗？以后如果玲玲要啊来的话，我们都别着太阳花。大家把所有的太阳花都别在头上。那这个什么？チューリップ。チューリップ、あ、かわいい。チューリップってなんだろうね。チューリップ、郁金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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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ごい、俺も勉強になった。私も郁金香。ミラクル。ミラクル。ところでね、今日万博に来て、あのこの日本産業館という場所ですけれども、はい、この日本産業館はもう見られましたか。見ました。見ました。見ました。どうですかね、お一人ずつこの日本産業館 の、 あの感想というか、ね、聞かせていただいてもいいですか。嗯，就是我们今天上午有参观那个日本产业馆，然后里面有那个日本的那种纸，和纸，和紙就做的那个画面，然后上面就是那种有妈从小孩从宝宝到妈妈的那种画面，然后真的就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还有就是日本邮政局的那个画面特别感动，就是特别心灵极致的那种感觉，因为自己一个人在国外，所以就是偶尔会想寄东西回家的时候那种心情的话就特别感动。对，没有了，这个没事，没事。你参观过了吗？没有，根本就不是那个标准。其实他所纯纯所说的那个我也是，我的确是用一纸然后一根线来表达人生的所有的一个女士的一个可能，从小孩然后再到成年然后再到老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みんな来たかったら日本産業館もぜひ見てください。見てね。それではくすみさん。はい。順次チェックして。OK。ですね。泡が降ってきました。啊，或者船，我们那个，不那个有呢。他说那个上面有泡泡。泡泡，我们那在，对不起。哎，你听他都莫讲了。别闹。他说是在日本产业馆里面有那个泡泡，就是从天上降下来。それが楽しかった。